看看新闻网。感情遭受重创的胡杏儿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工作狂的状态。日前她出席新剧《辣妈俏爸》发布会时，就以爽朗笑声回应了一切问题。我想这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吧，所以也不想再。在新剧中，胡杏儿饰演的是辣妈捕快，虽然没有育儿经验，但是胡杏儿依然不怯场。其实我是演一个没想过自己会有孩子的一个妈妈，所以我不用太有准备去演的，因为是一个很突发的事情，而且我是反而我就是不喜欢，就不太习惯吧，反正就是所有带孩子的事情都是给波哥去做的。